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超有趣的超萌滚滚秀。话说春眠不觉晓，滚滚们又到了一个起床困难的季节了。在这样的季节里，滚滚们又是怎么努力起床的呢？一起去看看吧。为了让妈妈起床，小团子也是费尽了全力，比如这样。但是吧，妈妈的起床气可得注意一下。团子睡懒觉可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情，毕竟妈妈一定会一大早就来叫起床的。不过如果你还不起床，那你可能会遭到围攻，比如这样。如果小团子实在不想起床运动，妈妈其实也是有办法的。看看妈妈的威慑力，这不就来了吗？面对不起床，小家伙想到一招传统招式。你起不起来？问你呢。嘿，你给我等着。泰山压顶。当然，很多时候教学服务一定要坚持，不然的话问题就出来了，比如这样。